不要跟我说你们小时候听过。你们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一个那个信箱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你们送给我的信，然后我刚刚在后面都有一个一个的看到，我发现我的加号们是书写大会的嘛，书法啊，毛笔写字非常的牛，非常的有才。我先来一个一个的念一下。 因为长年以来你们都一直跟我写信，可是我都没有机会可以，当你们的面念给你们听，所以就创办了这个环节。好，好家伙，一碗凉粉吧是谁？他写的字很多，多到我可能念完了你们都就是不知道。别爱我，没结果，我爱你就够了，哈哈。 太有自信了！看来这一封我知道，其实我在下面有看。嘉哥，谢谢你一直的坚持，在我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渴望的年纪，去年的那个难忘的夏天，让我有幸遇见了舞台上的你。至此，我也相信你给予我的全部都是惊喜。 岁月漫长，生活五味杂陈，人生纷纷扰扰，你的专业日渐坚劲，一身舞技了得。难能的是你那份少有的，难得的是你写成难能的是，你那份少有的少年气。余下的日子就想一直一直远远的望着你，陪你一起随时光慢慢老去。 我内心喜欢的样子就是你的样子。人生过半，今年刚满51岁。没有，我没哭，你们别煽情，你们别煽情，我还要唱歌呢。对，在我心里的你，就是女儿一样。 我所有的希望、期望、祈祷，都是愿你一切安好，希望你事业蒸蒸日上，赚钱多多益善，爱情早日来到。加号拍手欢笑，谢谢。谢谢51岁的你。本来想哭的，你们这样说，我就不想哭。 这世上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。我要写的是繁体字。时光不会辜负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。你的思想自由强大，你的世界广阔。祝愿你的路途繁花似锦，一路惊喜。加油！加哥出道11周年。 快乐要一直开开心心，相遇有幸，爱你不晚。下个十年他跪下了，<笑>你别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，大姐。<笑>闹别闹别闹，对，下个十年，下个十年，我们陪你一起走。辛丑，下月书。 字非常漂亮，你的字非常漂亮，真的哦，你们好棒哦！你们的学习可能都比我学习好，我非常感动。其实一直以来。
我都有收藏着每一封粉丝给我写的信，都在我家里，不管我搬几次家，他都会安安全全地待在我家。把我带回家。而且，最近我特别印象深刻，当然所有人的信都非常印象深刻，对于我来说，但是是我在爱乐之城西安站的时候，有一个来自澳门的粉丝朋友送了我一本书，他这个书里面就是记录着我妈都没有给我记录的东西，而且就是差不多从我出生到现在这个时刻，所有的一切细节他都帮我记录得非常好，很多我忘掉的东西他都帮我记着，所以这就是因为有你们，谢谢，所以才有现在的我。